到了。哇，好美哦！这是哪里呀？阿桃，这是2020桃园灯会光之桃花源啊。元哥，你看，整条老街心就像银河一样哎。是啊，今年桃园灯会首次选在老街西举办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经过这几年来大家共同努力的整治建设，老街西完全脱胎换骨，成为一条充满希望与幸福的光之银河哦。好棒哦！灯会期间不但有来自法国的光之巨龙秀，顺着老街西还可以到光明公园欣赏上万朵玫瑰花组成的大地花坛秀，超级浪漫的。对呀，而且我们所在的新市公园结合了桃园国门之都的地位，设计了超大飞机，在夜晚还会变身面积达500平方公尺的屏幕光雕秀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光之桃花源，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，一起欣赏全台最大光之飞航秀。先跟大家来做预告，包含了金曲歌手栾克勇老师，他是我们台湾相当知名的音乐制作人，作品涵盖了华语、闽南语还有客家流行音乐，在2011年获得。